妈，这马上春天了，等我爸从老家回来呀、啊，你们俩出去玩玩去，我没时间陪你，你让金子多陪陪你啊。行，哥交给我好了。哥，来，你多吃点。琳琳，今天让你来啊，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啥呀？中彩票了？不是，是有个楼盘普及价了。哦，哥，价格太合适了。妈，我现在没计划买房。不是让你买，您要买房子呀？我住得好好的，是金子他们要买。哦，挺好的，换个大点的，以后有孩子了，住着也方便。哥，你也觉得好是吧？这22层都能看到跨海大桥呢。就是啊，哥，我俩都看好了。妈，还是你说吧。琳琳是这样，金子他俩现在困难，你这做亲哥的，帮帮他们。金子，需要多少？哥，不多，就80万首付，贷款我们自己还，等有钱了，我们第一时间还给你。妈，我现在很困难，这钱我拿不出来。哥，你整天帮这个帮那个的，这自己家的事儿怎么还打退堂鼓了呢？哥，又不是不还给你，你至于吗？金子，我没骗你，我现在实在拿不出来。琳琳，她是你亲妹妹，你这个当哥的能帮就应该帮一下嘛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不借就说不借，自己家人装着不好。哎呦，人家是燕子，还是有装过。当初你开饭店的钱也是我给的，你倒是先还了呀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催债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先回来办去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有话好好说就是。坐下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大哥赚钱多容易，不像咱们需要一点点攒出来的，两个层次的人。别逼他了。宇浩，你试过一个人站在雪地里整整一天一夜吗？我试过。06年进了，我接了一个活，3万。妈，就3万，人家拖了我半年。到年根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坐着汽车跑了700多公里，人是我借了，跟我说要吃自助，摆明了让我请客。我去了，钱一交，3个人把我推出，没让我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嫌我脏，我那时候特别想哭，但我哭不出来，因为我哭的都去冰柳茶了，都冻上了。我站在雪地里，脚都冻僵了。更可笑的是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一个一条龙的，还有 KTV， 我就这样在门口足足等了7个小时。钱甩我脸呢！妈，你当年问我金子上学的钱是哪来的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妈，这丑事只能在家里边说，饭也吃了，话也说了，我还有事。是够了，宇浩，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没有容易赚钱的事儿，有本事就出去拼一下，没本事也不要指望别人义务帮你。我奉劝你，活出个样子。